挥着中华民国国旗大喊动算，台南韩粉动起来，九月七日将在台南市区上架十面韩国瑜看板。所以称为十面埋伏，有十面的广告墙啊，电视的广告墙，在全国是创举，一盖十地，哦，一盖十地，大小的十地哈，那涵盖的有从归仁、仁德、永康，还有东区有四面，包括北区，哈，还有这个南区，总共有这么多的区域哈。韩粉自发性选在9月8日韩国瑜新北大造势前，先在台南举行热身活动，要当韩国瑜最坚强后盾。但是最近韩的民调频频下跌，会不会担心？这个民调越低迷哈，我们是基层是越挺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能够站出来人民太多了，那一个票等于十张票，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操心。我们要挂个破世界纪录的一个帆布招牌，总共300米，一千笑，世界上爱大韩国瑜看板。未来我们就是打一个组织战，就是联合的组织战，这不能各谁各打谁的，这是会伤害到的。韩粉主动动员，而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也没有回头路，要紧紧跟韩国瑜结合在一起，要在绿营的大票仓为韩国瑜开出亮眼票数。华语新闻陈彦蔚、黄运成台南报道。